明星大侦探第五季收官聚会现在开始。好，这是我走过最安静的红毯，这是我走过最冷的红毯，这是一个老司机的聚会。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的新的玩家肖战，玩了两案拿了三颗金条。我玩了三案才拿了一颗金条。我们这个节目呢，就新玩家的金条啊，一般都是要孝敬陪的。我们接下来要有一个评比。明星大侦探第五季获得本季 MVP 的就是，哇，天哪，不吃了。我不会吃到一半有人又被干掉吧。好，走，尾号7310，看到了啊，这里有个图，就是这儿啊。你们害怕吗？我不喜欢。哦，巨恐怖。